小 S 主持的节目《小姐不息地》，每每节目播出后都能成为关注的话题。经李维维等人登上节目，聊到艺人病，分享出他自己为了报答救他爱犬的兽医，动用了许多关系，要到了田馥甄的亲笔签名照，让他忍不住叹气，说道：“戏剧圈和唱片圈真的差很多，不知道的人都会误会说演艺圈的人其实互相认识。”然而李维维也接着爆料说：“我以前也很常被问你们的签名。”而李维维都会对外回应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他们不给签名。”让小 S 气问：“你凭什么在外面帮我塑造这种形象？我们高中还同班过。”小 S 激动的言论直接笑翻全场啦。